最初的梦想。都放手！都放手！伤哪了？我看看。怎么那么多血啊？哎呀，小三，你还行不行啊？来，让我想清楚。请迅速离开场地，无关人员请迅速离开场地。无关人员请迅速离开场地。裁判，我们是齐天中学医疗队的，我们要对伤口做一下简单的处理。下场处理，齐天中学替补准备上场。一半了半，扶起来，扶起来。说老子不打了，我看谁下的黑手。你干嘛？我找他们算账去吧。毕业前非得背个处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冷阳香到现在打不了，咱们没有替补，二对三还打个屁呀！不行，班长你上吧。于明，你还不打算上啊？今天同学好了没有？快点！那要不然就我上吧，我尽量不拖累你。如果实在……天哪，于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了，没事吧？不是，我真没事。你眼睛都红了，不会流血了吧？你等一下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赵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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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搞什么？于明。虽然你这次光荣负伤了，但是组织交给你的重任你还是得完成。现在情况十万火急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你上场。那个，其实我上。叶泽他上不了，他肚子疼。叶泽，你说是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肚子特别疼，我上不了了。明明，你上吧，我们只有你了。嗯。对，老于，该你上了。你们上不上了？上不上场算你们进球了啊！哎，上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赶紧换衣服，赶紧换衣服，赶紧换衣服。走吧，于明。老于，你得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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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紧张，你已经练习很久了，喝口水吧。就是因为练习久了才紧张。那。别和紧张不熟。怎么喝了口水就火起来了？哇！于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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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小心！什么意思？你看张伟，要不你来？啊，我不会啊。啊，我也不会。那要不付向颖来吧，他手机袋要快。行。啊，还是我来吧。继续，继续，不疼。冷阳小灿啊，你刚刚是不是脑子给撞坏了呀？没啊，我只是腿伤了而已啊。那你干嘛笑那么恶心？你懂个屁！现在是老子最幸福的时候。
这眼睛也不红不肿的，没啥事儿。加油，放轻松。好，发球啊！输球还开心吗？对方是体质高，哎，他们恶意犯规，我们少了一个人，还少了一只眼，四舍五入就是我们铁赢啊！兄弟们不错，不错，金宇浩真是太帅了，以后可以天天都打篮球吗？哥们儿，够意思啊，来亲一个！喝水，吹喽！说完喽，打球不行，喝水行。还是晴天呢，怎么忽然下雨了？因为这里是温带季风气候，冬季寒冷干燥，夏季高温多雨。夏天都快过了呀，于明啊，你背后这个勒策夫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个啊，勒策夫，我觉得吧，刘长福吧，林超凡，林四方，流川枫了，一群傻子。
谁这么白痴啊？你懂个啥？流川枫不是乌克兰吗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流川枫是日本人，用汉语拼音，乐子乌，真丢人啊！马星爷，这衣服是我做的。流川枫，勒斯夫，合理，天才。你还敢嘲笑我？哎呦！哎呦！我打他！打他！走！干嘛呀？没你事儿，一边待着去。那就把路让开。小子还挺横啊，投球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厉害啊？哦，你们还知道你们赢了呀？我以为你们脑子不好来找事儿呢。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小子下次别让我碰他。行了，你们都走吧。李浩，你留下。你愿意说？谁稀罕认识你？你还怕脏了我的眼？你知道为什么要打你吗？胖子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哟，真是，到哪都得让女生帮你出头。哎，不对，你男的女的？你瞎呀？找金宇浩干嘛？打他。行了，没你们其他人的事，赶紧走。都打过架吗？啊？俊浩，你的家人是吧？哦，我老妹。哦，哦个屁呀！老今天就是让你知道勾搭老妹的下场。勾搭？要不是你小子有心机，他会天天去给你送饮料。他什么？俊浩欧巴？我心死了。姐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他根本……我都看见他给你送饮料了，你是不是收了？我扔了。你小子什么意思？无关人员赶紧滚，别怪我们伤及无辜。我们不走。对，我们不走。我就看着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一个两个敢干嘛？金宇浩，我们班同学，他的事儿就我们的事儿。嗯，你们要想动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麻烦让我一下，我要回家了。吴连奇，你们几个女生不走，打架能帮上忙吗？我不赞成，我也不会参与。咱们把金宇豪扔在这儿，不太好吧？我，哎，咋样的？我就说嘛，啊，肯定有女的是眼睛不瞎，啊，对这种胖子不感兴趣。我说你，干净点。别愣着了，揍你这小子！干嘛？
本芝了。长本事了，比完赛都，看来今年的选拔都不想上了。你们是体质高的，跟人家普高的有的比吗？想想今年选拔选不上，今后的人生路怎么走？你去打工，看有谁用你。对不起，教练，我们错了。请给我们机会，不要取消我们的名额。都回去，之后我再给你们算账。啊！别跑啊！啊！接着打呀，不挺厉害的吗？你们来撒狗来！啊！打！放过你们今天，我拉我一下。没事。原来你是去叫人了呀？套路都在第二遍了，还看不明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刚不应该。看不出来，肚子疼演的还挺好。你脸上没事吧？那个，我帮你上下药吧。哦，没事，我回家自己擦一下就好了。今天连累大家了，实在对不起。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，都是哥们儿，没事。为兄弟两肋插刀，在所不辞。对，他们以后要是再敢找麻烦，你可别自己偷偷扛啊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我会帮你告诉老师的。啊，完蛋了！哈利波特的首发我忘记了。要是现在这个时候出去排队，肯定等到明天早上了。算了算了，只能等被剧透的话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一定补偿你一本。算了算了，但是在我买到书之前，谁也不许再在我面前提哈利波特四个字。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。哎，想什么呢？玉明，我好像喜欢上傅佳颖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之前不还跟那个冷阳抢着给真由美拧瓶盖的吗？那不一样，我喜欢傅小颖的喜欢，其他喜欢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你一个学期喜欢对象能换七八十来个，都一样啊，想多了。我以前觉得长头发的女孩特别好看，短头发的就没有那么好看。但要是傅小颖的短头发，我就觉得挺好。不懂，走了啊，去趟书城。去书城干嘛？随便去逛逛。你不会是要买什么秘密练习册吧？你大哥我还需要练习册吗？走了。哈利波特大结局。我说了，我就是随便去逛逛。你要是看到了，就买一本呗。哎呀，还说不懂。
像你这么怕麻烦的人突然不怕麻烦了，那十有八九啊就是特别喜欢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像你这么怕麻烦的人，那突然不怕麻烦了，那十有八九啊，就是特别喜欢。谁呀？这么快就挂了？喂，玉明，这么晚打电话干嘛呀？我那是后鼻音，谢谢啊。行，那晚安吧，那就。不是，哎，你别呀、啊。那个，想感谢我就大大方方的说，别那么不好意思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感谢你？哎呦，我力挽狂澜，阻止了一颗篮球巨星的陨落，还把你下半辈子的篮球生涯都全部开启了。这你都不打算感谢我？谢谢。哎，对了。那个教练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就把我夸了一通，说要是早几年遇到我，一定可以把我培养成下一任姚明，还说什么奥运射击冠军王一夫、徐海峰、谭宗亮都是近视眼，说詹姆斯300度近视，手术后一样可以叱咤 NBA。你再这么拐着弯夸自己，以后咱们有事就写信联系吧，拜拜。但我知道他说的这些话，其实都是在安慰我。怎么夸奖你还不乐意了？他要是真觉得我可以的话，就直接跟我聊选拔的事儿了，怎么会绕着弯鼓励我呀？而且举的例子还都是射击运动员。不过我也想明白了，其实接受失败的感觉，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。哎，我下午看你接受教练夸奖那会儿，嘴巴可都咧到耳朵根了。你怎么那么关注我呀？对了，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眼睛的事儿的？那个，我善于观察嘛，再加上很聪明啊，猜也能猜个七八分了。喂，没事，我真挂了。马欣也说她喜欢上傅瑶颖了。这有什么新鲜的？我们班的女生她都喜欢那个辫。她说她喜欢傅瑶颖的喜欢和喜欢其他人的喜欢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也不懂这些小片的心思，猜不透。是是是，我们都是小屁孩，只有您是饱经沧桑的老大爷。大爷没事，我挂了啊。哎，你别挂呀，我和你说个秘密吧，哈利波特的大结局是……哎，停停停停，我不听。你怎么知道大结局啊？你买到书了？说不定呢，看在你帮了我一把的份上，明天可以带给你看一下，但不过都是英文的，要不我翻译给你听吧。滚！顺便告诉你一声啊，我现在最喜欢的不是流川枫了，
是 NBA 球星科比·布莱恩特，湖人队的24号，他的生日是78年8月23日，记住了吗？记不住。各位听众晚上好，欢迎收听红瓦电台。今天是2007年7月21日星期六，也是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发售的日子。什么故事都有结束的一天，哈利波特系列也将画上圆满的句号。但是少年的梦不会结束，爱与魔法也不会结束。希望我们的梦想和喜欢的人一样，再远天南海北都顺路。你的眼睛，你的味道，还有你的嘴角，突然都变成危险的讯号。可逃离警戒范围不过几秒，你又钻到我脑海乱跳。我们默契的频率早就刻在心里，闭上眼一切变得更加清晰。有没有人在外面啊？谁把门锁了？开门，救命啊。谁啊？张曼啊？是我，快把门打开。怎么了？门打打不开吗？你之前打开了？对啊，一拧不就开了啊。哎，好奇怪啊，刚刚明明打不开的。我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脑残还没治好。啊，那个，其实我有些话刚好要和你说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你不是也收到我的黑料没跟我说？我收到那是因为……你怎么知道我收到你黑料了？啊，因为我身边人都收到了，而且那个发件人还威胁我要把这些爆料都告诉我身边的人，其中也提到了你。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是认识我，而且很清楚你和我之间的关系，所以邮件的内容才那么有针对性。什么关系？就是高中时期的好同学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你发的？半年前吧。之前是一些媒体上已经发布过的你的一些绯闻，然后渐渐的就发了一些媒体上没有出现过的内容，有之前你的一些照片、录音，还有最新的视频、照片什么的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我，你这次要是不来同学会，咱俩这么多年连过年消息都没有发过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在我们的同学之中。这也是我这次来同学会的目的。那你有什么线索吗？有，但我还不确定。吴天琪。你觉得为什么是他？我皮肤现在好好啊。真假的？嗯，又是我的小宝贝。王冉和吴天琪呢？吴天琪说今天不想再熬夜了，现在回去休息了，王冉陪他回房间了。能不能让他俩出来一下？为什么？那天冷阳喝酒的时候提到了标点，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邮件，发现邮件的行文习惯有点特别，它段与段之间的间隔是两行，然后首行不缩进。我看了吴天琪的自媒体文章，发现了他的标点使用习惯和文章格式和给我发的邮件一模一样，而且这个习惯很难改掉，而且也不容易隐藏，我就觉得是他。
我有话要和大家说。哦，好，那我去叫他们。他去叫人，咱俩抽根烟呗。这门怎么打不开啊？我试试。陈优美，啊，你来帮我们开下门。门怎么了？门坏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在。